市场包吧，我看到大家都在市场里都背这个包，而且这个包呢，在他身上背起来真的很土哎。他买那么多呢，他这样他是多怕老啊？感觉很像猪哎，你看这么丑。今天我背背呢。讲了想不想回家啊？啊，欺负妹妹，就这样，慢慢讲。紧整，他很爱买一大堆，然后但是都没有在用。直接哦，整啊！哇，他没有前言的，他直接没有紧整啊，紧整。他紧整，他买了十几个，然后就是都买那种很贵的那种，但是他上飞机绝对都不会用，然后每次都放在家里放到不见，然后又一直来。可以放在家里，可以放到不见，是有神偷过去。神偷累了要休息一下。所以你看，哎，我是很喜欢研究的人哦。对，刚好你聊到我正在研究，你该不会也有做颈枕吧？刚好，你又卖了，姐在用的帮你心存，我帮你卖，我很爱。没有发明，太猛了吧？没有发明，但那个产品已经做好。哎呦，是不是？那个产品已经做好，然后我坐在办公室里面面对那个颈枕啊。然后我内心有说不出来的感动，是不是？哦，今天怎么地这么巧？你一来我就治好你的颈枕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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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卖完裤子再卖颈枕，那个颈枕一个买多少钱？差不多200多，对不对？三百块，3000，颈枕不便宜啊。快三千，100%细胶，怎样有在顾头是不是？对，是婴儿是不是？好，可以顾头型。我讲啊，现在家里这个已经不重要，我那个颈枕太可怕。怎么样可怕？我讲颈枕最便宜一颗也要200-300。对对对，能杀八点六。我告诉你，2993，我那个颈枕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一颗一个颈枕弄在脖子可以睡觉，睡到美国去，一颗多少钱？30块台币。什么？什么？上面有一层哦，你不用担心躺到塑胶黏黏不舒服，它是有那个热绒布处理过，所以它是你，然后它这一个哦，你大概用的一个月两个月，它就会坏掉。哦，抛弃式的，哎呦，抛弃式的，干净哎，不用洗，很干净又不用洗，对不对？然后一颗才30块，然后吹气的吗？自己吹吹，破掉无所谓，换一个新的，反正有12个嘛。买不买？买，买不买？买，宪哥会不会这样？会不会他们等一下出来，都是买的东西，你都有在卖？对，因为等一下那个秀琴姐要讲是果胶嘛，她全部都要卖的是吸尘器，对，太多了，通通都来了，大家用行李箱装。从今天开始只可以买中线叔叔的，这样就 OK 了，可以啦，30块可以，因为他那个很便宜啊，30块可以啦。啊，那个很浪费啊！不会，他没有用。哦，妈妈，那个3000多块细胶真的比较贵，对啊，别浪费，要买那个30块的。30块，你买一颗就好，你买十几颗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我真的不知道颈枕控，我只要拿到颈枕，就整个人就安全感哦。重点，你又买再用。哦，够激动哎！好嗨哦！颈枕就很嗨，就对了。对，颈枕啊，还有第二一点要控诉妈妈的是吗？还有她的衣服呢，买了一大堆，很多又很丑。真的吗？很丑。哎，这倒是真的。对，可是都是名牌哎。没有没有，真的妈妈是没办法，为了节目需要，而且你不懂，你不懂得时尚。不会啊，我们节目不需要啊。我们节目是真的穿很普通就可以了。秀琴，你应该没有。资格讲话，衣服才多哦。但是女人家，你说不买衣服那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不买衣服活着要干嘛？收纳很厉害的一个达人，是他告诉我们一件：什么东西该留，什么东西该丢。东西一拿出来，你在3年内没有穿过它，丢吧，就把它丢掉了。丢了3年内，怎么可能？应该都会穿过，一拿出来一想。哎，还真没穿过，真的很多。哎，还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嘛。3年内没穿过的衣服，各位仔细听哦。好，60%。穿的其实就是那几件，穿的其实就那几件，合不合理？不会再穿的，好吧？所以你好好跟妈妈讲，以后不要再乱花你的钱了。对，都是你的，敢讲？哎呀，敢讲？还有他买牙刷的时候，那些只要在路边看到就去买啊，还特地去冲绳的时候就说我一定要去买牙刷，或是药妆店那边那些一大堆怪怪的东西，然后买牙刷每次都就是哇这好可爱哦，然后连买那个牙刷都可以买到2岁的。
2岁宝宝的牙刷。小敏，你们有婴儿吗？请问，这个就乱买，牙齿很好了。没有，就是小时候好可爱，一直抓抓抓，结果回家的时候看怎么有一堆2岁的牙刷。啊，我们家也没有婴儿，婴幼儿牙刷那个只有1尺2尺。是怎样？有在长乳牙在？乳牙还没有掉。为了这样，妈妈会再生一个，不要担心，不会浪费。哎呦，在拼就对了，有展望啦。妈妈对着你说要再生一个，你气不气？对啊，气。现在又有一个弟弟的话，然后也不会买一支牙刷，也是买了一大堆，然后但是都没有用，就用一支，然后其他都丢掉。都没有哦，所以也不是乱买成器，给你将来的小孩用啊。对啊。会不会放到都养坏了吧？真的，真的难说。太久了。他突然间哎，来攻击，来收正，来。我觉得最浪费钱的东西就是墨镜，应该不需要那么多的墨镜，因为它只有一双眼睛，需要那么多副墨镜，这那么多副也是浪费啊，到时候也是丢掉。那戴起来真的很像猪啊！你看这么丑，这叫我卑微呢。这4副眼镜全部都长得一样，有特别好看吗？这就买一副就好了，买那么多副有什么用呢？真的很浪费钱。我第二个要爆料的事情就是包包，他一直买包包，真的很浪费钱。要是如果他没有买包包的话，可能我们现在都在东京迪士尼了吧？就是菜市场包吧，我看到大家都在市场里都背这个包，而且这个包呢，在他身上背起来真的很土哎。他这个呢，只有颜色不一样而已，他有要装那么多东西吗？我对那个看不懂，就是保养品，像这个面膜，1、2、3、4，4个，它后面都是哎，然后呢，还买那么多呢？他这样他是多怕老啊！小小瓶的就要几千多块呢，这一瓶呢，它从去年到现在完全一滴都没有用，连开都没有开，真的很夸张。这个是敷嘴唇的，嘴唇那么小，那为什么需要那么多呢？一次只需要撕一点点就好了，一次只要这样子小小的这样就好了。他买这么多捆，1、2、3、4、5，后面还有哎，买那么多真的很败家，以后我真的不要像他一样。败家，真的，米塔，你的观念不错，说得好，有道理，他的观念蛮好的，他买很多啊，他囤货呢，他还没有受到妈妈的影响，我们都觉得女儿讲的有道理耶，没有，就是从小要灌输他就是要好好的保养，对，因为早点保养才不会变，他买那么多。我就很怕老，可以吗？怕老，你干嘛怕老？不要被老击败啊！击败，不用怕啊！我跟你讲，这种东西，它是越怕是越来的，对不对？不要想，不用怕了，它总会到的嘛。对啊，嗯，那你应该也很怕吧？而且眼睛一眨就到了，这么快，真不要眨，真的超快的。来，再也不眨眼，东西拿进来，来，哦，就挡你哦。哎，啊，你有拿？有拿来吗？汉堡有拿来吗？偷这个吗？哦，真的。到了啦，就急诊买两个一样。当然不是说诅咒啦，我有个朋友哦，他车祸以后带着，对啊，很像，感觉很像那个，很像。他带着急诊特别好用，带了1年多，都是细胶的。哎，可是为什么一样的要买那么多？对，是全部都一样的，我也不知道，每次去忘记了是不是？没有办法控制啊！你看这个梳子啦，全部都一样的梳子买那么多，啊，你在梳子买这么多，哎呦，哎呦。会震动啊！对，它会震动。这真的是拿来梳头发吗？确定是来梳头的吗？哎，各震动哎，这干嘛？它梳哪里的啦？小孩在啊？还是有养宠物的？对对对，按摩按摩。梳。它这个是按摩梳，他说可以敲敲头，然后是麻我很像针灸是吧？不要乱闻。宪哥有你熟悉的味道。有用吗？有用吗？哦，哎，不错不错，他有一个。他翻白眼了，他怎么买那么多？因为我看到那种扁平的那种气垫梳，我就很喜欢。对，一样的已经。买到那么多，这个就有好疯狂哦！国华老师是不是不常回来？喂，冲去处理啦！哇，又按摩梳，又是睡衣的，他说那件衣服是最他觉得最丑的，最贱的，很奇怪啊！你看他旁边开成破洞，哇，很辣，晚上都不用穿，有用途的，黑唔是啦，黑是。
这一件俗称叫人客的要求。我以为你要说拉 K 来接哦，还好，差不多意思。这个搞不好是爸爸喜欢的。对啊，对啊，不一样。来来来来来，那个叔叔，当叔叔的还是要好好教育他们哈。来，妮塔，你去里面换一下。你妈妈爱杀啦！不要不要吓！还没到，还没到，没啦，还没啦。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很棒，真正是太有用，稍微有点真的要处理，还不需要两个的，好像留一个就好了。但是爸爸要了，你都说了。那你一年出去几趟嘛？给你出去五趟好不好？五趟差不多嘛，对不对？那么多啊，五趟你买那么多，真的太多了，对啊。之后都用宪哥的就好了啦。黑娜，三十块，我那个一包才360。对啊，而且真的，我觉得很卫生啊。嘿，十二哥才卖360，哎，对呀，好厉害，真的好适合从商做生意。什么都有卖，什么都不行。今天你拿这个来哦，我才想到我那个有多厉害。对，如果需要的话，这边破盘价，破盘价，来来来来。Hello， 各位令粉，你们好，今天是大家期待已久的。紫薇，我们继续。学长，怎么可能每次都你赢？学长都在睡觉，而且大热天还抱全身，跟你什么关系？想死啊！那么久不接电话，现在可以讲电话。这种鬼话你也信？真的是跟你姐一样傻。你在直播上画歪眉毛，你看一样左手拿杯子啊？到底要喝什么？你快决定啊！你知道我喜欢少爷。废话，这都看得出来好不好？哎，手机怎么在我包包啊？阿邦那么爱捉弄我姐，哪有像你这种学弟一直欺负学姐的？学姐，你肩膀这么重，来，快把我弄掉！哎。我现在才知道喜欢一个人是这样，根本是看我没有。再给你们喝，吃坏肚子那很严重哎。